刘表雪藏的七位猛将，曹操刘备各得三人，最厉害的投靠了孙权。刘表身为三国时期一位最有实力的诸侯，他不光有争雄天下的实力，而且麾下的文臣武将的实力也非常的高。但是在三国乱世当中，刘表并没与谋私取天下，而是在荆州搞起了经济发展与教育的宣传。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荆州很快就被曹操给吞并了。纵观刘表麾下的战将，有七位猛将可以帮他开阔疆土，但是这七位猛将却都被刘表给雪藏了，属实是非常的可惜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刘表麾下的七位猛将。第一位，魏延。提起魏延，相信很多人都认识。魏延在蜀汉的阵营当中，他的实力也只是仅次于五虎上将的。但是让人可惜的是，魏延最后输给了杨毅，也导致了自己晚节不保。魏延早年间是刘表麾下的一个守门小将，当年刘备被曹操的人马追着打的时候，他不顾蔡瑁的军令，自己私自的将城门打开，让刘备进入城中。可是刘备当时看到城门打开时并没有进入城中，而是转身的离开了。魏延当时一人独自骑马追赶上了刘备，并且投靠了他。当时魏延也算是在刘备最惨的时候投靠了他。后来在投靠了刘备以后，魏延也为蜀汉立下了很多的功劳。第二位，霍峻。霍峻是之江人，当时霍峻家族是当地一氏族，曾经为了自保，霍峻的哥哥在家乡召集了数百人，投靠了荆州的刘表。后来霍毒死了以后，霍峻继承了哥哥的手下。可是当时因为霍峻出身非常低下，也没有得到刘表的重视，直到刘表死了以后，霍峻当时带领手下投靠了刘备。霍峻投靠了刘备以后，曾创造出了用上百人打败了刘璋数万人马的战绩。同时也因为这一战，霍峻被刘备封为了梓潼太守。第三位，黄忠。黄忠，南阳人，最早是在刘表的麾下效命，跟着刘表的侄子对抗孙策，虽然每次都能立下战功，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刘表的重用。直到当时刘备在进攻长沙的时候，年纪已经60的黄忠才开始跟随了刘备，并且得到了刘备的重用。黄忠自从跟随了刘备以后，不光帮刘备拿下了益州，并且还在定军山的战役中将曹魏的第一大将夏侯渊斩杀，也因此黄忠列位了蜀汉五虎上将。第四位，文聘。文聘是荆州刘表麾下的大将，可是在刘表镇守荆州的时候，他一直远离刘表，并且是镇守在荆北地区。后来文聘跟随刘从头一起靠了曹操，并且文聘还是继续带领本部的兵马镇守江夏。文聘一辈子帮助曹操抵挡住关羽，打败过孙权，为曹魏也是立下了不少的功劳。第五、第六位，蔡瑁、张允。蔡瑁与张允二人都是刘表在荆州立足的重要将领，所以蔡瑁与张允二人在荆州的地位也是十分的高。在当年曹操带兵南征的时候，蔡瑁与张允二人跟随了刘琮一起投靠了曹操。后来曹操决定要南下平定吴国的时候，蔡瑁和张允也成为了曹操的水军都督，那个时候在曹操的军营中地位也是十分的高。可是曹操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中了周瑜的离间计，无意间错杀了蔡瑁与张允两人。为了这件事情，曹操也是后悔了很长的时间。第七位，甘宁。甘宁是土匪出身，后来他想要成就一番大业，就决定带领自己的手下一起投靠了刘表。可是那个时候刘表只注重发展教育，根本都不管军事。也因此是甘宁决定投靠江夏太守黄祖。然而令甘宁没有想到的是，黄祖更加的昏庸。后来甘宁在朋友的帮助下投靠了孙权。在甘宁投靠了孙权以后，还受到了孙权的重用，同时他也成为了吴国的第一战将。下部影片预告：抗金英雄岳飞真的是因为得罪小人而死吗？
揭秘岳飞被害的真正原因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，谢谢。